谢谢，一路了真多谢，一路了真多谢，感谢咱全班男女演员，秀秀咱乐团青衣女主角郭祖阳小姐，新台票$28,280，$28,800，摕着恁的红，予你富贵荣华一世人，予你光荣前代享福万享，帮忙成贵族，叫做你代代先赢。上班男女演员，谢谢你啊！有请牛牛啊啊！今天三更爬起，游玩后宫所在，享受过日。若想到阮君王啊，对我疼惜有加。我知影啦，今仔日找你，我怎陪你去回娘家？还什么物件？找你，查某囝人嫁出门，拢爱我倒转去后头厝做人做客。我若要倒去后头厝，阮君王会唔甘，伊要让我倒去。所以今天输啦，有人有输来啊！红吉正后吉翁，啊，你爸来啊啦，我父亲来啊，对，安诺，我传我父亲没来啦，我猜啦，传你的父亲就来啦，你哦，先行关心的，好在我知。爱带他娘老去先行关心嘞，好惊白惊情。林主，为着这出戏哦，我听着声，你用变风铃。苏凤姐，你扭扭千秋。
小妞妞，妞妞，我不看见恁爸来呢，去边啊？小姐啊，哎，尽管你是考早了，拢稳定个地行入来。给各位父亲，不利哦。这位英父亲。父亲，今天来到后宫的所在，是为了什么好事？什么款的事情你来呀、啊？头仔啊，你啊自从你入宫了后，经过一段期间，这么久了，咱爸爸喊得来一个见面，今仔日有事传讲，入后宫向你提罪，你后宫享受荣华富贵，你敢知影？故乡的流亲，家徒飞行到京城。最风寒地面，声声句句思念查某囝儿，所以讲秀英啊，你敢袂当想一个办法回转故乡探你娘亲？哈，为娘亲你思念风寒，这是要如何是好？要不安尼先，我请君王、请大夫往到家中里去看护。流星的天气无效啦，人讲心病就爱心药医。其实讲起来，恁老母这个病是为了思念你的关系。查某囝啊，阮两个老翁仔某刚生你一个娘娘啊，所以小英，你就姜未飞，将来毋捌做咱的故乡啊。恁老母思念你，这是平常的啦。所以讲，你为人子以后，带莲花香一撮啊。讲是回乡这么简单，但可是我君王根本就无温顺过。哎呀，查某囝仔呀，我听人家讲，皇上对你非常的温宠啊。你若讲了一句，看人别人讲了一百句。既然是安尼事，就会听你的话。我办法嘛，还向阮君王提起此事，回转家中探病就是。对对对，啊，讲怎么进来啊？有办法啦，我都唔像你讲过，初二回娘家。你今日点点卖讲话？怎么进来啊？是讲，确实皇上那英俊，你回转故乡，也是到底。是要如何回乡离去的？回乡离去，当然君王会赐我北大桥一顶，四十名御林禁军，结果有两条玉带，一对的玉棍，回转家乡离去呀！哎呀，安尼无威风啊！哪里无威风呢？头毛囝啊，你爱知影哦，现在咱苏家庄的所在，皆。时大老大，到遐细个囡仔、少年家啊，大家若知影讲，怎么今日要做什么苏家，一定会真侪人出来给你看，会想讲，哎呀，有这一个桃花水景的新闻，就唔知偌呢只光彩嘞。啊，你坐到北大桥，哎呀，迄北大桥是一个冰箱官员买账车，对不对？迄老爸出门前嘛是坐遐啊，你坐。袂威风啊！那以父亲代言，这意思认为女人我爱说什么？你爱说什么哦？那是我的意思，你是说专户的乱搞。是。哦，你若说专搞做怎样？满城风雨，大家拢在拍跑啊！父亲代言，你可见的所说专户乱搞，分明是欺骗军容易无灵啊！真奇怪，专户乱搞。无唔对啦，凭你桃花水景的身份，你是无可能有专户乱搞通好做，也就是讲无法度变成有可能。哎，怎么讲？你风声唔只会好，又唔过军容伊难好我做咧。哎呀，你军容遐了听哩，怎么讲？用你的美性，用你三寸不烂之舌。会当解讲，是差不多啦。对啦，赞。亮亮，不是，我跟你讲真的，你的鼻是真正做迷人的。只要你若开嘴，用你这身人，规身躯啊凉起哩，便是跟咱气气同款。恁军王啊，绝对专无乱搞。啊，你会当卖开嘴无？有。
在讲什么啦？要用念的。父亲大人，这两个虽然讲脑筋有问题，也不过真好吵架。伊嘛是为你设想啦，让我今日想办法。哦，好，啊，我大清早当来故乡，跟恁老母讲。哪里？父亲大人，回转故乡，一路小心细腻。故事放上。这里啊。在官如官大，威风百强。哈哈哈哈哈哈。